对，大家以为我是他的粉丝，是被替代。那你好，不要去追踪。好好笑哦，可以如此认真拍。你现在高一的手模。刚吃完那个乳酪鱼羹，然后现在又来咖啡，在后面的人蛮多的。然后另一边这边就是美术馆，所以今天他可以去那边拍拍照。嗨，嗨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录到，应该是有啊，光叫光叫的，有，超广超广。啊，自己写。害羞，害羞什么？咖啡。拍刚刚的咖啡，然后刚刚的店在后面那边，这边。这样拍得起来吗？还好。还好哦。对。嗯。这地方超糊的。对啊，真的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哪间。另一个在这。你在干嘛？来不及了啦。看一下镜头啦，我们来一个很奇妙的小地方，一个小车站，它是可以拍照的，它就塞了一个景啦，这样，然后它超荒凉的，旁边就是马路，哎，准备拍照的东西。你要戴整理头发？是的。来拍照。哎、欸，你这样真的全身很黑。对啊。整身黑，我是整身蓝。对啊，整身蓝色还蛮 OK 的。整身黑会变工作人员。啊、就是。你就是。工作人员吗？我在哪个位置？好啦。这么快就好了。会不会偏空虚这个景？那拍起来好像蛮可爱的。真的、喔？行吗？好像还可以。哦？那不行，再走，再走。还要走，要走。我先转一下。哦，蛮可爱的哎。哇，这也太近了。好了，他刚你们叫你后退，嗯呐、啊，没关系，我先多拍几张就知道了。好、啊，好、啊，好专业哦，专业的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介绍一下。工作人员今天的穿搭，工作人员，我不知道这是哪里买的，糟糕了，不知道无印的鞋子，无印鞋子，那裤子呢？这裤子，裤子好像是 Bershka 的，哦 ，Bershka 的，但是现在不行，哦哦，刚买，然后就是起毛球，起毛球了，糟糕，真的不行，不行，那个墨镜这样是，那就是找知识买的，嗯哼，找知识买的，400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便宜，真的蛮好看的。再次我们家的大明星觉得不行，再请再接再厉。好的，这样会可以，就是有几个角度。是他的问题。我是经纪人。从这里开始哦。好，开始。走走走，开心的走。好。
好好笑哦。工作人员重出江湖，再来。很好很好，好，看一下摄影大哥换人当，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换人当，摄影大哥，什么？可以吗？看一下啊，给过吗？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我看一下，再浪一点，调整当中。你们觉得拍照有没有什么小撇步可以分享？就是不想跟大家讲。哎呀，很坏，很坏，很坏。自己不会拍，其实自己不会拍，我都乱拍的啦，都乱拍的啦，乱拍的啦。多按几下快门就有了啦。对、啊欸、但这真的啦，就是多拍。帅、哦、起来！别手动进来，借过一下。啊，我抱歉。来，我们拍照大概都是长这样，好像可以，蛮好看的。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一个可爱的车站站牌，然后前面那边，那边也有一个哦，有一个很可爱的杂货店，等一下也想去那边拍，超可爱。好复古，也很适合拍照。大家各自取景中，噔，然后门在这，这一切都太复古，这都是小时候阿嬷家会出现的东西耶，酷。还有这个弹珠汽水，好赞，真的好可爱。我们现在要来拍这个，这个幼儿园，这个幼儿园的外面，大家这里停了两台车，他们很苦恼要怎么拍，好笑，快被他气死，快被他气死了。有解吗，工作人员？这样可以吗？就是不要拍到车子吗？不要，那一定会卡。哦，可就卡到他的脚这样嘞。你卡到我脚，这样我就变走半身了。你就对，你就走半身。这是一个墙壁壁画的感觉，很气耶，超气啊！刚刚我们经过就说，这车子停这样，怎么拍？我们的工作人员很热，现在要去吃甜不辣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新开的，人好多。对于早上没有先来拍空景有什么想法？大家真的不要随意，早上就叫他先拍，没有人，啊、他就说不会啊，不会很多人，超多人，超多人。天真的好热哦，我今天就是穿着短袖。然后他用相机录，所以要拿超远。哎，那我在流汗，流汗。他在等我们的天幕。好脆，太脆了。很脆。本人超爆脆，我们点椒盐跟胡，哎，椒盐跟什么？梅子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起。好吃吗？很脆。来吃我从小吃到大的店，小豆豆锅烧意面，人永远很多，什么都有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对，我
冰啦，吐司啦，被门撞，好好笑。小心小心门，国小里面很赞。我想喝红茶。我也要红茶。国小里面，然后这个是肉松，噔噔，奶油肉松吐司。哦，一排太美了吧，好好看啊。可以啊。最近锅烧面真的很好吃。瑞门的番啊，莱恩的番茄，瑞门爱吗？爱哦，我觉得好可怕，番茄好可怕，它还绿绿的哎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它的酱，是姜跟姜糖酱油膏，古早味的。我一定要给他一个画面。他需要吗？你不是说长得不好看你都不需要吗？可以可以，他可以。他长得有好看？好像还好。好像还好。竟然获得画面，这番茄，你手小心。很怕被揍。这门真的很可怕。好吃，获得认证，是南部的锅烧意面。真的。真的。